种 gratitude 的小豆 I'll always be with you 想到저절로올라가자높은곳에서우리는소나타 Maestro 의지위에맞춰近期回归的 Seventeen 带着主打歌 Maestro 登上各大音乐节目。而5月5号播出的人气歌谣开头的这段空拍机炫技 opening 竟让成员们忍不住对克拉们爆气啦，拜拜。正忍住笑意装帅拍摄这段开头，但台下不用忍笑的克拉们看到空拍机这样飞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才造就这段有趣的 Seventeen 集体愤怒事件。同样是5月5日的人气歌谣，在节目结尾的时候，大家有发现一个可爱的小地方吗？没错，就是我们李 A 被喷出来的亮片吓到往后退啦。而就在前几天 KBS 的音乐银行也发生过同样的小趣事，只是被吓的主角是 Boy Next Door 的明宰炫，明奎发挥了前辈美拍拍安慰了弟弟呢，而获得明奎拍拍的还有无力 DK 啦。